怎么来了？因为想你了。嗯。你就跟我来办点事儿，刷朋友圈看你病了，就过来看看。知道我多不容易了吧？嗯，这粥真不错。就在楼下买的，我还特意让他加了些姜在里边。公司安排是下周一回去，这么久啊？要不要我陪你啊？真的假的？喂，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下来。谁啊？他也来了？嗯，我去接下他，你在这等会儿。好。在那个女孩出现之前，你的笑是我的，拥抱也是我的。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。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。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把地址发我一下。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。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新的香盒呀？装粥用的。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有一天你突然问我，在那个时候爱着他。你还买了粥啊？楼下买的吗？是吧。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翔。我也很因为懂你，所以知道什么时候安慰你，也知道在什么时候抱住自己。也许放弃爱你，是我做过最爱自己的一件事。